Happy Hong Kong， 我好开心，开心开心开心。今日得閒問嚟咯，我唔知佢十一點先開始噶，我以為咧通常九點半啊嘛，好多都九點半，仲要等。佢都幾好嘅，聽咗我哋意見之後咧，十點鐘就派，而且喺會展噶嘛，而且我覺得又靚啊嘛，所以會展搞嗰啲嘢通常吸引力高啲嘅，好有興趣嘅，即係如果佢搞嘅，我通常會參加啦。We are from Nepal. This is the Happy Hong Kong. Yeah, actually, Honorable Chief Executive announced the Happy Hong Kong, Hello Hong Kong campaign. So we are support the Hello Hong Kong campaign. Yes, here is the we product, all product from the Nepal, product from the Nepal. This is the dumpling. Actuall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ong Kong people, they like the very much this one.主要是为了推广重庆美食，因为其实现在人呢很多都是无辣不欢的，然后今天呢重庆美食啊，我们也受到了这个财爷波叔的赞赏，他刚才经过我们这边的时候呢，他说重庆火锅真棒，给我们点了一个赞，就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重庆的美食。我们的火锅啊，火锅是最受欢迎的，然后酸辣粉啊，小面啊都很受欢迎。我觉得整个香港已经走出了疫情之后的这种一个消费新生态，然后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开心美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快乐。我们不赚钱的，就是为了让香港市民，就是给他们分享介绍我们重庆的美食跟风土特产。我们其实这次预备的还蛮充分的，我们准备了5吨货，是全部从重庆运过来的。大家也看到现场这么热闹，所以我们就准备的比较充分，地道的食材啊，正宗的重庆味道。这次除了那个麻辣的食品呢，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就是我们火锅必备的，就是最佳伴侣，就是像我们的冰粉跟凉糕，都是吃了那个麻辣之后，吃一点这种甜品呢，是我们特有的，然后就可以压住那个火气，分享给大家我们自己的心得。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